Lure of time, lure of mind, 奢侈的我，我的奢侈。这关提示一下，已经是第二次录了，好吧？这第一次掉坑里，反正不是我干的。也不是我干的。是不是我？反正不是我。是 John Lee Cooper 干的，至于是谁，你们自己想。那我们就直接先开那个关吧。What? 你偷？哎哎哎！干啥呀？干啥呀？这个上面是没东西的。不用，暂时不用上去。Wait. 是。啥？是。还是舍不得。应该你先过去，我感觉，哎，不对，等一下，我在底下抛给你两个，慢点。我等会下局还回得来吗？回得来。从这跳就跳上来，你说回不回不？没问题。你这能上来吗？哦，这里有点难上了。够了，够了。不能两个人都上了。这是我四个。这里有点问题。没事，你先这样看。我忘了那个地方，刚才那个地方就是你还能跳上去吗？我忘了。那个要开关的。对，你开了开关之后你还能上去吗？我记得往上掉了一阵。上不去应该。那你先过去吧，先拿到那点看。今天是我去拿，因为它是横着的，垫我下。对，我直接暖成三个，你直接上去吧。对。然后这个是你拿的，为啥？我在这垫，这个我拿不出来。不行，不能回去。试试，先试试。我操！这个给你的还运，我感觉有点问题。高啊！为什么？你们回去，我想一下，我就差一个，应该不是问题。真的不是问题吗？我猜的。你觉得什么？这个下来就上不去了，啥玩意儿？去看看那边啥样。不是，你这视角拉不开了，你往外走很长的路。
现在这里也过不来了。操，录屏给踹。这次得小心点。还不是那么简单，所以。难道是先拿香烟，然后不掉下去？拿完香烟能再上去吗？再看看香烟长啥样，刚刚没仔细看。对，我怀疑可能能上去。哎，这个开关要开吗？应该开了没什么事吧。去看香烟呗。嗯。你先上去吧，我给你，然后。还有录影呢。他那里设计成正好有三个小人能过去，应该是人多了，他应该不想让我们上了。确实。确实。还有多远？练。你这么再来十，再来十分之一。我预感这次不用那么多，虽然我在下面都跳不上去。你在下面你都要跳十次了，别试了，别试了。真的有毒。你要不要右边吗？来吧，这现在不是我在操纵，是某个神仙。哦，牛逼！操，两次，你的预感是对的。牛逼！哎，操，你现在能不能跳过去？跳不过去了。可以的。有力。这还挺人性化的。哦，忘了。你先跳，那你我先跳一跳。不应该是你，你先跳过去，然后你在这接我，我没进去。去看看。走，咱们去看 cigarettes。这里又是什么东西？哇，这上面不会有，反正不会有香烟和口。嗯，你确定能上来吗？你确定他妈的能上来吗？你确定能上来吗？我感觉好像不一定能上来。怎么回事？什么情况？这个香烟是不是很高啊？下面是不是上不去？你还记得咱刚才怎么跳下去的吗？好高，我记得。嗯。我从这儿。大爷。我们现在只有这两个，上不来，我从这下来上不来，绝对上不来，只能先开那个开关。虽然说你这次只用了两下，但是我们还要重新去。这上面又是什么呢？那反正肯定上不去，能上去吗？上不去，太高了。那待会儿是不是能上？你能上？我五个。你五个电我。正常玩吧。
里这么多蠢货。是不是难道只需要一个人上去？不行啊，任何人一个人下去都上不来，是不是？从这儿可以上来。那这一关是谜题，得了香烟就别想来这儿。莫非咱们开了这个开关之后，在那边有办法上去？就是有可能的。嗯。不过香烟上面设计一条路，但是却不能让那条路得到香烟，是有点奇怪的。但是我觉得那条路也没有特别难走，好像。就是上不去了。如果视角能拉开就好，不会让你一个人。不对，你一个人上不去，你五个也不行吗？我带三个就能上。你咋上？你刚才能上去吗？三个，而且你还得摸黑，摸黑前。摸黑是不可能，摸黑根本没法做。先下去看看吧。John Lee Cooper, fuck you。我们现在四个都拿到了，嗯，香烟就在这上面。对呀，很高哦。这边是跳步，试试从这儿跳。就是四个字。从先跳到这儿再说。到这就很难，两个人都到这儿有可能吗？我再给你一个，哼，没什么用，我垫你上去，垫上去也没什么用啊。那你这样能看上面啥样？你在这垫我没用。不是你我五个垫你，你就能看得上。虽然说我感觉大概都不一定有用。哇，看到他了。哼，不可能啊，这根本不可能，除非我能上来。但我感觉上来这个比那个还难。那
但刚才那个只有四个小人。那窗外什么颜色？黄色和蓝色。会不会跟一开始游戏那开关有关系？一开始我们开了个开关的。那个开关不是，你说那个开关导致这边可能一开始有什么东西？对。那我们下次不开这个开关。最晚九点半出去跑步。好、啊。录毁了就不录了。录毁了也发呀。时间太长了，有人看吗？我觉得应该有吧。行，咱们先录上。啊，就先不开那个。哎我天，哎我天。不开。别别别别。哦，那是不是要先拿到香烟再开？有可能，虽然我忘了那个什么颜色了。不是，你应该先上来吧。嗯，你先来这里。都不用，都不用。我不想跳，好吧，我可不想跳。一次过，两次过，我操，50%，牛逼了，感觉来了，牛逼了哥，奇怪，没有任何开关的痕迹啊！那边，我预感我们要一个惊喜。我预感我们要先掉下去试试。哎，等会儿，你一定要从这儿掉下去吗？你的惊喜，惊吓呢？惊吓呢？别急，别急，别急。啊！惊吓呢？你的惊喜，这边不是隐形墙吗？不是啊，我操，搞个隐形带颜色的机关，带颜色的背景放在这里可还行，要我我就这么干。这是啥？两个这边根本跳不动啊。你拿到了，但是我们拿到了香烟，我们用烟可以熏它，我把它熏，对不对？现在能过关吗？来个过关的。去看看，火红也是别想，那么高。这关也太难了吧！有没有机会重新回去啊？你记不记得刚刚那个上面还有一层？嗯。我们如果从这边上面走回去，从这边上面回去，好像有这个可能性，是吧？是是。哦，然后再跳下去。再从那边回去，再重新来重来一遍。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一开始就过去呢？从那上面跳下去，直接迂回过来，那拿口红。就是这个路线。那我们其实可以一开始不用拿口红。口红？不用拿香烟。你拿香烟你就会掉下来。你不是，但是你可以直接从这边拿到四个娃娃，然后从这边上去，然后再从那个地方掉下来，再去拿香烟。确实。但谁知道呢？先，我先把这开了。不，这个玩意我怀疑可能需要四个。哦。等会儿。
我电你一下。我电你，对，我电你。你先到左边等一下。所以说后面还有。你能跳到我头上吗？好像不行。只能拿到四个，你站在这儿，我在你上面跳，把这个开关开。你对，这样重录。我再尝，最后尝试一下。我觉得不太行，你必须拿到四个。从那边上去看，看起来是个死路。Excuse me。Excuse me, can I retry? 你碰不着这个机关呀，同学。Oh my God! 别急，后面可能还更难。好了，你现在过不去了。可以啊。别急别急，别高兴得太早。我高兴了，我已经。马德，不对啊，这怎么过去啊？你说好能过去呢。这怎么过去啊？过不去啊。幸亏没有重开。重开玩儿重开，我操，什么香烟都没拿到。这可以过吧？怎么过呢？这样过。加五个，五个开关而已，又不是每五个过不去。这样。我得垫你，先垫你。我也下来先定。你不用下来，你试试，你往左一点，你再往左一点。你跳不动的，跳不动，肯定跳不动。那这也太难了吧，这种。你说不用，不拿香烟的话也罢了。你必须从这有三个才能过的。Give me one. Give you five. 哇哇哇！没到了！哇！哇 ！You're so clever. 哇 ！I'm your fans. This game is new.抽着烟果然帅呀、啊！哇！要一个人先上去。这里上去只能从你从这儿电我，对，你在这儿电我就行。我先过一下。嗯。刚才是谁说的话？刚刚我们室友不来了，嗯，来了，这是男女同寝，来了，对，OK， 这么高这里，等一下，那么高，这么高。右边有东西吗？有了。所以这关理论上，不需要这么多人就能过关。不对，应该是你来这儿。下来，你也过不去。我过得去。直接跳。我过得去。交给你了。所以这一关本质上只需要两个。是的。
这边有东西吗？这边万丈深渊啊。所以是不是从这里回去？想劈池呢？妈的！想你劈池呢 ？Give me one, please. OK. Game over. Game over. 回去看一下。但是如果有五个，是不是从这回去啊？哪里啊？这里回去哦。咱刚才从这过来的。是吗？对啊，要不然你从哪过来的？看看。哎，你想回去想疯了。哦吼，你带一个下来，一直按着，然后往左走。你先往左走才按。一直按着往左走。太狠了。哦，对，你中枪了。咱不是从这儿回来的吗？看看看看，我操！你失忆了 ，lost memory。哦哦，回去吧，回去看。My dear。这太低了，不可能再上去了。抽着香烟过关还是可以的。哦，但是可以先把记录填。可以先把记录填上，我操。填记录没事儿。没事儿，这关过得快。所以我们需要分别把香烟和过关的记录填起来，而不是一关拿到香烟。是吗？我怎么感觉是一下子拿掉？不是你一次你没法一次只能拿一个吗？根本拿掉。那我们这次先过了，看看下次拿苦。那你现在能上去吗？这个机关过动过就。动了不是更好上了吗？What? 那先把关过了，然后再来一个。I will think in peace. 那里得再上一个。这个地方哦，反正一样的。那就只能拿一个拿一遍香烟，一个拿两口。我还有一个想法，刚刚那里不是很高吗？你五个电我上去，然后把给我三个，我再往左走。我也同时往左走。你就回不来了，对，你再往上走。我只能从这边走。然后你从这边下去往左走，给我拉个视角，我四个人直接就可以开那个开关了，我再掉下来。就我们先从下面走。但是这个视角也太广了，我感觉这个不太现实。太长了，应该可以，应该可以，因为你可以从上面下来往左走，应该理论上是可以实现。不是，我下来往左走，你在上面。我在上面往左走。不是，咱们这个高度太长了，不行，我现在下去试试。算了，先过关吧。我感觉不太行。你不信，下次再试试。过关，然后再来一次。先把香烟的记录填上。那咱们最后那块不是开了个开关吗？那开关是让这个方块移动的。好走。你先垫我这里。别急，跳可以跳可以跳，我操，牛逼，陈明熙，牛逼呀，牛逼呀，太牛了，哎，等会，你把他俩丢给我，我要丢给你。有点难度，朗道有点朗道。丢到这儿，然后下来接我，就丢到这儿，然后下来接我。我不拿。先上来。
知道怎么拿了，就是从这垫，操，可以同时拿，我觉得不行，我觉得不行，我觉得可以，那就不过关，同时拿再过关。不是现在你说的可以同时拿，我不信。不是，我说先从下面过来，先拿了，然后再从这上去。对，我不信这样可以，我就不信，怎么着了？应该是可以。最后一遍。我他妈就不信。那就是说，反正你就先不拿香烟了呗。对。反正你这关就是你如果能回来。就拿到了，如果来对就跑步。不是，如果能回来就可以不用玩了，就不用继续玩了，因为反正香烟记录已经没有。我感觉它是一次算清的，不是你拿了，你下次再拿个口红就有了。肯定有呀。要同时拿吧？不需要，不是经常我记得之前咱好几关都是开关和口红是分开的。那你拿了就是单独的。就是一起拿了，反正到时候过关的时候再试试，先把口红拿了，回不去就不拿了。你干啥呢？不想过关了。讲话讲嗨了，没注意看形势。哎，不是我就不信了。反正这不矛盾不大。我觉得。这个视角如果能拉开的话，将会特别神奇。我觉得，哎，这个游戏本来就很神奇。但我觉得它也不至于神奇到让你穿墙去拿那个钱。就在这附近，应该在右边吧。我感觉我得把五个都给你。就在这里。这么横的，这么长的体型。就在这吧。在。跳起来。哪在这？那就先到这里。我记得咱当时好像差一点拿到了。有一次。这肯定要你先垫我啊！不用想了。站在这儿，然后抛啊，这肯定不用想的。在这儿。我操！走，秒杀呀、啊！无聊啊。哦，咱，哎，那为什么咱之前没有找到过？因为那个技巧是以前用的高级技巧，可是后面关用的高级技巧，那这里就简单多了。对，那你需要垫我吗？我在这边左边从左边走吧，然后我在这边，哦，你跳我跳。不太行，可以直接走，没事，可以直接走，没事。你跳，我跳。哦，对对对，我想想。Go。这样，我这样。Go。走。这口红如此简单。我还以为有多难呢。咱是不是拿到过口红？我怎么感觉？没有，刚刚记录里没有。我总觉得，就是那次咱可能没玩完后面。这个刚还用刚刚的方法过，不是我记得后面有一次没玩完，懒得过，有一次没玩成功的时候，牛逼，真的是牛逼，
杨浦区闭环管理，为什么山西赛区的世越建模竞赛获奖名单才出？国奖名单都出了一个月。那你表演了。直接往左抛呗，往左抛位，我留在这儿，你看。不是你隔的后，往右一点往左抛。一个一个来吧。麻烦吗？麻烦吗？这麻烦程度就像是索伯列夫函数。延拓的时候，哎，你动了那个东西，你当然能上来吗？这个是不方便你上来的，主要是等会你下去，你还得再上来。如果我们要尝试上去，先把那开关拿了。就像你要延拓索伯列夫函数，还得展平边界。哎，我们刚刚怎么上来的？刚刚三个人上哦，从那边，全给我。我是不用上来了。哦，我得从这送一下我。哦，每次都是。太高了，太高了，哥。给我第一个不能往上扔，拿了。你先按着按着。哦，我只能往左一点再往上扔，是吧？没事没事，我可以往右。不行。没事，你就那样扔吧。你再往左一点，让我少跳一点，好。后面就不急了，后面我一直按着。哦，我现在够了，够了。等一下。哦，不能再多了。再多的话，你会留在那儿。操！这他妈是个啥？他妈是个啥？你上面还能再上去吗？咱们回去看看，回去那边上不去、啊，说不定那边有开关什么。这边是没戏了，走吧。录了个寂寞。也到点了，不玩了。录了个寂寞。这边试试。来，我垫你。哇，你不会最后从这儿过去了吧？那可真是太迷幻了。不够。我跳起来了。不够不够不够。说明这儿顶上还有一个。这关难道只能拿一个？没毒。到点了，不玩了。为什么他们四个在那边？哎呀，我今天晚上突然不想跑了。我九分钟，我们才录40分钟，牛逼！